仰万高铁于10月2号已正式开始通车，但截止10月中旬，民众仍可以免费试乘体验。印尼中国高速铁路公司秘书伊瓦在声明中表示，截止10月中旬之前，仍可免费试乘仰万高铁。民众可通过印中高铁公司相关网站上进行注册，以获得免费搭乘高铁的机会，并加深对高铁的认知。 此外，已投入使用的第149公里处开设收费站，以为民众提供便利。据悉，约有49,000人参加了从9月15号至30号的仰万高铁免费试乘体验活动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